他口鼻都是血哦。国道自小客车和两辆跑车三车连环撞，救护人员拼命对遭撞女子 CPR 急救，但还是挽不回女子性命。肇事的三辆车一开始自小客车疑似车速过快，自撞中央分隔岛，卡在内侧车道。接着绿色的跑车也撞上一旁护栏，自小客车女乘客下车查看，蓝色跑车反应不及，将车外的女乘客撞飞，伤重不治。客下车，导致后方的车闪避不及啊，就撞到这个乘客。这部绿色跑车马力改装到600匹，改装了引擎、铝圈，还加大刹车。另外，这部撞人的蓝色跑车马力也很惊人，还加大涡轮，改装进气口，还有大包。一定要先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在后方适当距离摆设三角警告标志，然后如果在车道上睁眼，请尽量闪避到安全地方。警方追查后排除是跑车竞速，造成追撞的主因疑似是自小客车自撞后停在内线车道，但却没放三角警示标志。 GTV 新闻综合报道。